欢迎来到一分钟报赛事。今天要报的这一场就是在彰化地区非常著名的跑水活动，2019练练二水跑水马拉松。这一场在10月3号就要热闹登场啦！水水，没错，这一场特色赛事是透过路跑来行销二水，而且它报名日期是6月10号到7月15号，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都要来参与，我也跃跃欲试嘞！水水。和一般路跑赛比较不同的就是它的赛事路线，你可以涉水跑过八宝圳，就是体验那种你知道吗，失身感。而且主办方啊，除了纪念 T 恤外，他还送拖鞋，真的太佛心了啦！水水，哦，完赛礼除了奖牌、运动毛巾外，还有完赛纪念盘子，而且盘子上会印选手的名字哦。而且你如果是出马的选手，这一次啊还有出马奖，是一个水滴状的奖杯耶！水水。赛事单位这次还提供了选手村的住宿服务哦，有300位免费的名额可以打地铺来夜宿，而且在现场啊，你可以加购一些，比如说背包啊、361跑鞋、运动眼镜哦，这些都是有优惠的，你能不参加吗？那我们一分钟报赛事，下次见哦，水水。